你知道吗？菲菲很担心你。凯琳，你是不是喝醉？你这是中邪。很好，你现在不是看到了吗？你要这样穿这样很好看啊。请你不要把我当成别人的投射。我不需要你的同情。好，一拉特写出特写反应。我会下去，你们试吧。 然后起来，我会让你坐起来。嗯，你们试吧，然后你再把我甩开啊，不是吗？懂了懂。然后我不会甩那么大力了，最后面我不会，我前面会。这时候再水里，后面就冷，就低调了。梦丽，你不会觉得这样真的对我很不公平吗？我不会。谁能给抖一抖？ 我做错了一个决策，当了所有人都没了工作，我根本就不需要你的关心，你把脚还给我。希文，我来看。今天御寒装备到底准备了什么呢？请我们的那个美丽的女主角海琳跟大家介绍一下。这是我的孩子。 还有爸爸，来，保暖第二撇步，烧红的木炭。保暖三是秘密，已经贴在这里面了，我的背也贴了。不信，你给观众看一下。保暖三，热情姜茶。 保暖四，先让鼻孔暖一暖，有热，有热，有热。其实我是在介绍产品，然后呢，他都是在试用的。哎，我们两个分工合作。但不是你要下水吗？对，哎，好像是我要下水，怎么他都是他在保暖呢？我等一下也要下水，好不好？我要蹲在那边呢。保暖五，千万不要，保暖一在里面，防水的保暖一。我也有哎。 我不信，你给大家看。你怎么不说千万不要？哎呦，好怂啊！跟大家介绍一下，保暖六。哦，热情的红酒，一喝就要热情的哦。这是葡萄汁。葡萄姜汁。保暖期来了，保暖期来了。喝水就可以。孩子，保暖期来了，不用那么辛苦了，就是它。暖气呀，保暖八。 保暖八为大家即将介绍的就是呢我们的呢烧仙草。魔镜啊魔镜，请问我要如何取得细微的心呢？拜拜。谢谢小姐。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保暖酒，细就是醉了。这个呢只有我跟思平穿是时尚的。其他我就不多说了。千万不要，你在那批的人家就会丢钱给你。接下来介绍保暖石。 保暖石什么？没有，不好意思，帮我们等一下下水的时候，大家就可以看到了。对，烧仙草，闪躲，闪躲，闪躲。闪躲，所以因为我曾经在第一集的时候被网友深深的攻击，说我在吃外卖豆腐，他有来到吗？有。所以现在没有，到底是谁吃谁豆腐？超怕。 醉的人都会清醒。三、二、一，来。
我们去哪儿而已的，没什么。再说就算跳，好，是一段大力跳。心脏太强，不会被撞到的。我们在台上，耶！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不要跳 breaking 啊 ！Come on, I never see you dance. Come on. Just one minute to save the world. 走过来，然后反正不然就凑这边一点，好这样会就这样就看不到。那我就是有型一点，求你好哥，我一只手帮你拉这个，然后不循吧。来，我们正式来哈，可以，有点重，欠特写，没练好，高下来，随时都翻起我，等一下，这个衣服的就几乎我觉得我是全湿的，这个是那么湿的，我只能说好险，今天天气是温暖。 擦一下，这种湿度再擦就差不多了。我就可以。没有了，没撞到。没事没事，还好。袈裟。 我刚刚没有把外面脱掉，没有来不及脱了。我刚刚一切发生的很自然。好，真的。好来，准备，眼睛开合一下。好，好，来，好来，六，三，二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来，好来，对不起，哎呦。 快点呐！我被我妈骂的都感冒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不要笑啊！不要笑。我不要，我跟你讲关系。他一挡你就叫了，一挡就重新你不要叫。好，他已经看电影就闭。好，来，来，准备哦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 他还在开心，好来吗？好来，准备。好来，看，好来，那个，因为你倒下去的时候，就是被压，就是就太 close， 我会害羞嘛。就没有人懂啦。小白哦。